华为 Mate 60 Pro 发布了，关你啥事儿了，华一？对，就它，好看吗？价值华为一个什么？因为它我损失了这么一台，为啥呢？这个呢，有的话说了，阿姨，你们搞养花太幸福了，我看你太挣钱了，太爽了。你想多了，兔宝，这个呢，我弄来了20颗，都嘎了，也没有大棚还嘎了，对，都嘎了。然后呢，就活了那么几颗，我估计也快嘎了。因为这个东西呢怕热，它呢是喜欢在那种稍微冷凉一点的那种雨林里边的那种感觉，就是大山林里边的那种感觉才能把它长得好。你别看它漂亮，但是你很难把它养好。这话说这啥猴脑蕨？啥叫猴脑？你看它长得跟猴脑似的。它这个呢像鹿角一样，它跟鹿角蕨不一样，鹿角蕨要好养，鹿角蕨是那个。来，这个就是鹿角蕨了，太大了是吧？这个给你找小一点的。来吧，臭宝，这个就是鹿角蕨了。再说有时候有的花友说，老花姨，你为什么不搞一点那种稀奇古怪的植物啊？为什么不弄点贵货呀？老是没档次。不是老花姨没档次，明白吗？就是有些个花友养花的这个技术档次不够，消费档次达到了。所以说老花姨一般给大家去推荐什么品种也好，包括我们大棚里面去弄什么品种也好，都是我们自己首先绝对能养得活，明白了吗？就是上手难度要低一些。像这种啊，很冷门、很稀奇古怪的，你交给我就行。你告诉我，你说老阿姨，哎，那个什么什么稀奇古怪来了，你跟我说，我给你去买，我给你评测怎么养，你不用交这个学费了。你或者让咱俩一块买一个，你跟着我一块来，一块学着养，懂了吗？这老阿姨，有的话说，老阿姨你究竟是想干啥？老阿姨就是想把，怎么说呢？就是想让所有的花都不生病，所有的花都活得好好的。我宁愿我一个肥料、一个药啥的都卖不出去。我也希望你们那些花都养得好好的，也就是老花姨这三个字的由衷由来，服务于花友嘛，是吧？这么伟大吗？你看就是这么伟大。要不说就点个关注啊，想学什么养花啊，你都可以跟老花姨说啊。老花姨每天都给大家分享一些养花的事。我是老花姨，养花最专业，拜了，出发。嗨，嘿嘿嘿嘿。